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早安！欢迎您透过我来电视网的现场直播，在今天5月5号礼拜天，来到高雄国际游泳池，一起来欣赏108年全国普泳分龄赛。公升不能低于0.4公升、嗯、啊，这就违反了这个竞赛规则。是啊。那出发之后，在水里面啊，在水里面来完成这个。所以它这个比较特别的是，它现在不是带呼吸管，它是用一个这个器材来进行气泳。是。所以这也是在普泳项目当中一个不同的项目的比赛。对对对，这是正式比赛，这是国际的正式比赛。这个张元生哈，现在是在第四。选手来讲，他是完全都在水面之下，他因为也没有所谓的呼吸管、啊、所以就一直在水下来进行。哦，这个项目非常酷哦。为什么说要他的空气一定要0.4公升以上？嗯，就是说怕对选手的这个呼吸。哦，氧气有影响，所以一定不能低于0.4以下的重量。好，张云生游出的成绩是3分22秒25，距离大会纪录差一点点，也是一个蛮不错的成绩了。这是在普泳项目气泳的决赛，要出发了。选手启动。看起来很震撼哈、啊，因为前进速度非常快啊，就像乘风破浪一样，在水中快速的往前，抵达终点。他的最佳成绩是17秒18，有点退步哈、啊，差一点点呢，17秒29，在这一次的成绩。在低水道的杨炳化，不过这组当中他的速度还是最快的，所以选手这呼吸这一口气是非常重要的。抵达终点。18秒，在第六水道的张文生，他游出了18秒的成绩。现在这位选手有一个犯规的嫌疑啊。可能要给他开单了，可能要开单了。从这个画面看起来是有点犯规的嫌疑。是。因为刚刚我跟你讲，就是说你触壁之前头不能抬起来，所以现在裁判有没有这样子？你看这个动作，很明显的就是犯规了，对，在开单的哈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丙级潜泳，在水中来进行，全国纪录是16秒74，那大会纪录是19秒41。那第四水道的王佑杰，他也是少年的国手，国手的这个选手非常厉害。第四水道摒弃潜泳的项目，这是女生 C 级50公尺。哇，这个下潜就潜得蛮深的一个位置。没有呼吸管，就一口气来完成。